我告诉他，武功学得再好，也只能打一两个人。我要学的是万人敌的本事。你骗人，你的武功那么好。那是后来学的。小心！这什么地方啊？这么深！这好像是农民捕捉野兽的陷阱啊！怎么了？哎呦，我的脚好痛啊！给我看看，坐下。是这里吗？嗯。还好，只是扭伤了一点，我帮你揉揉就好了。你不是说男女授受不亲吗？是鸡从权吗？平时也是这么跟你妻子揉脚吗？我没有妻子。好了，试试看能不能站起来。来，怎么样？好多了。天快黑了，你的脚又不方便，看来我们可能要在这里过夜啊。先坐。怎么了？你冷了？嗯，有点。哎，你把衣服给了我，你怎么办啊？我没关系的，我大男人嘛。那我也没关系的，是鸡从权，我们挨得近一点，也许会暖和一些。这我一个女孩大都不在乎，你在乎什么呀？你们到底降还是不降？我们宁死不降。